20接力鼓国际鼓节，那么我们的摄影比赛总共有超过100位摄影师参加，交了超过500，应该是600件作品。那经过了评审之后呢，特别是那个罗伯摄影师这个摄影协会评审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作品在这里展出，会展出2个星期。那配合这样的一个亮灯跟这个颁奖仪式，现在由我们新山的鼓手剧场给大家做一个表演来使到这个场面更加的热烈好看。现在就交给这个鼓手剧场。